让心跳给我回应，交汇的眼神已决定，寻着我一起踏上青春有你的旅行，能否听见我的声音呼唤你，由我用执着告白，把所有困惑都赶走，陪着你由我用雨朵抛开，选择我一直陪你到最后。 So baby be me、oh, oh, oh, 我只想被坚定的回忆都给我继续的勇气，不断努力只愿成为你眼中期待，守护你绝不会后退，为你穿过茫茫人海，一步步才触碰到未来，不放弃，拼命拼命拼命 girl， 你的选择将我心中谜底解开，最后 So baby be me、oh, oh, oh, 我只想被你看到 So baby be me、oh, oh, oh, 你的肯定将我绿洲照亮，你的 hey, hey, You won't pick me hey, hey, Always pick me 你的 hey, hey, Just go with me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大八大好，咱们这一次学习的是咱们的青春有你的这一部主题曲，然后咱们学习的是咱们徐明浩的练习室版本。最开始呢，咱们是右脚冲后，然后咱们身体也是冲后边站，右脚冲前一点 ，OK， 也就是冲后面一点。然后第一个动作咱们保持四拍，一二三四，从第五拍开始，右脚向后一步转过来，很简单 ，OK， 转过来以后右脚就持续保持冲前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不用再往后并什么的，这样就不对了 ，OK。然后咱们这个第一个动作。右脚在前面结束了以后，直接到第二个八拍开始，有一个流水作业。从最前面，咱们徐明浩开始，也就是第二个八拍的第一拍开始，他先开始抬头 ，OK， 然后后面依次的按照剩下的第二拍和第三拍，两个人和两个人再抬头就可以了 ，OK， 二二三四五六七，后面动作都是齐的，八大八大，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右脚本来咱们就是在前方的，这会儿要怎么把重心先放在左脚上，右脚伸出去，然后膝盖是冲里的，最开始你的身体先冲左。右脚脚尖点地，膝盖是冲里面的 ，OK。然后下一个动作，拧你的脚尖，把你的膝盖送出去 ，OK。二二三四五六七，
八大。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身体有一个弓步的感觉出去就可以了。紧接着咱们第三个八拍的动作啊，也非常简单啊，但是咱们需要一个基本功的动作，就是咱们的转胸这个动作。转胸如果大家不会，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身体保持哪儿都不要动，就你的胸前向右边、前边、左边、后边 OK 啊，保持你身体其他部分不要动的情况下，身只有上半身，你的胸腔这个位置，右边、前边、左边、后边，把这四个动作连贯起来，右、前、左、后 OK， 每一次咱们都是圆滑的做到下一个步骤，咱们就变成这样一个转胸的动作。大家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冲向右边收回来，冲向前边收回来，左边收回来，后边收回来，练熟了以后再慢慢的直接不收回来 OK， 四个方向最后再转起来就可以了 OK 啊，咱们就不再多说这个动作了。咱们出去以后后面第三个八拍的动作转胸，两个手啊，这个时候当你脚出去的时候直接放在你两胯的位置这块就可以了。如果你衣服相对比较短的话，可以抓住你衣服的下面这个位置，尽量保证你的手不要乱晃。然后后面咱们的动作就是先转胸，转胸的时候这个弓步做明显一些，直接身体下去，也就是这个弓步打下去。然后当你做到最前边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转胸啊只是从右边做前边而已，就只是做了这样四分之一的距离，右边前边转胸做到这儿就可以了，用你的右肩去顶一下，然后你的胸过去，然后下一个动作直接往回收，这个收的感觉啊就是从挺胸的状态变成一个搂胸的状态 OK， 然后直接这个动作要大家使上劲，转出去收回来，收回来的同时咱们的弓步要跟着一起，本来是脚尖点地，然后跟着一起收回来，就这个动作重复啊，重复做，从第三个拍开始，三二，现在把幅度做大，三四五六七八，然后第四个拍再重复，四二三四，重复到第四拍以后，第五拍的时候下一个动作就变化了，左肩向下沉的同时以右脚为你的重心点，左腿甩出去 OK， 这样四二三四五六，五六的时候左脚应该是往后滑的，因为咱们地比较涩，如果大家地比较滑的话，这个圈一定要转的匀称一些，四二三四五六，第七拍的时候咱们两个脚直接开立站，七大八大开立的同时，右手左上右上扶到自己脑边，然后这个时候扶到脑边的时候，咱们的手肘啊是分出去的，然后再下一拍的时候手肘收回来，四个连贯动作跟着咱们的腿变形的同时啊动动大大 OK， 这是咱们头四个拍的动作，接下来咱们尝试跟一下音乐。Music, you